咱家这个电动车哪款适合女孩骑呀？这个新到店的新款哦。多少钱呢？4000，好看又好骑。这有没有那种就是既便宜完了就太扛使的？啊，他这咋样吧？2600。那粉的啊？嗯。有没有比他再便宜点的？没有了，对面自行车你看看。 哎，你慢点儿，那你骑，不是，哎呀，慢点儿。博文啊，我听明翰说你要到我们二龙湖村里考察苞米产业，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们啊就特别欢迎。 像你这种有志青年，投身农业，谢谢主任，好好热啊！是啊，我们家以前主要是投资奢侈品的，可现在是农业大热，我爸妈也有意让我涉足这方面。太好了，明涵是搞农业的，所以你们两个叫天作之合。<笑>所以为了方便，我打算在这住上一段时间，麻烦主任了。 什么叫麻烦？欢迎还来不及呢，我待会儿就把老乡家的地址发给你啊。钥匙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谢谢主任。麻烦主任了。你客气，坐。哎呀，大哥，咋才回来呀？我都等半天了。啥时候来的？咋自己进院了呢？门没关，你不是外人。嗯，有事儿啊？ 啊，这我家菜下来了吗？刚摘的，我给你送过来的，新鲜。哦，谢谢了呗。跟我谢啥？你要不够吃，就跟浩浩上我家摘去啊。<笑>行，进屋坐会儿吧。不待了，改天呢啊。那行啊。 我整点菜儿，啥意思？咋还不接电话呢？ 本来就没钱，还买个电动车。没电动车，咱俩咋回来？坐大巴不能回啊！我为啥天没亮就出门？你家一个亿大老板，天天住大巴呀？磕碜不？骑电动车就不磕碜了。你说啥玩意儿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就不应该那么早回村，应该把钱弄齐了再回来。
万一这个事儿漏了，咱俩再不回村儿，那可真有理说不清了。呀，张总、裴总，来这干啥呢？您张总和裴总那干啥？那肯定研究大事儿呢呗，是不是张总？啊，电动车谁的？这电动车是我们公司给员工。 发的福利，出来骑一圈，最主要是大奔开够了，还得是人张总，平易近人，关爱基层。媳妇儿，你自个儿先上前面溜达溜达，我跟张总、裴总说点正事儿。啊，行。你们唠，你们唠。 我那个事儿考虑咋样了？啊，入股那事儿啊，我劝你还得谨慎。哎，今天我特意去了一趟银行，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出借银行卡是一种犯罪行为。那不是借你，那是给你的。 你还考虑啥呀？你赔了算我的呗，我上回给你那一趟卡里边，那不少钱呢，那还。你这回让我多占两股，也让我为咱那个一个亿事业多出点力，那不好吗？你看，我不是强迫你啊，咱俩从小一个村长大的，是不是？你不用我钱，不用我卡，那论情分，过不去。 这张地儿啊，张总、裴总，你们忙着啊！哎，媳妇儿，对呀，还有老肖的卡呀！不行，乡亲们钱都搭里边了。 不忘爷，明啥呢？我在。他去哪儿了？去湖边了。<笑>湖边那么大，具体位置是哪儿啊？自己找去。 那我先过去了，爷。啊。嗯。哎，孙涵。嗯。库存的玉米都已经处理完了，现在就没什么负担了吧？ 那等我考察完村里，你就跟我回市里吧。我放心不下我地里的玉米啊。村民都已经学会了你的技术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是这样想的，等我们回去以后呢，我就安排你去培训机构当讲师，给那些广东产品的企业家们讲课，怎么样？我适应不了那样的环境。 那你不想让更多人了解你的玉米种植技术了？浩文，你，浩哥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啊。什
么哥看起来不对劲儿啊？一个意大老板能有什么不对劲儿的？哎呀，你就别瞎操心他了。你想想我说的，去培训机构当讲师。不行，他一定出了啥事儿了，我得去问问。你能不能等我一下？哎，你好。浩哥，对呀，咋了明涵？哥，看你脸色有点不对，是不是发生啥事儿了？没有啊，我挺好的。不过你能关心我，我还是挺高兴的。啊，对了，你不是说你没有电瓶车了吗？今天我上市里边公司开会，给员工发福利，顺道给你机会一个。不是，哥，电瓶车我自己买就行，你骑回去吧。这也没多少钱，我大老远骑都骑回来了。反正你喜欢你就骑，不喜欢就扔了。不是，哥。啊，对了，马博文等你呢，我先走了啊。不是，哥，哥，你。大哥溜达呢，大哥。谁电瓶车？李明涵的。李明涵的？嗯呐，我俩三轮车坏了，看他车在外面放着呢，也没人用，就借来使使。人家车搁外边停好好的，你俩给推出来了啊？这叫顺手牵羊，这是偷，知道不？顺手牵羊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太厉害了！你刚才说的这招顺手牵羊是三十六计里的，我厉害个六啊，还三十六计里的，你这叫曲解文化，偷就是偷，以后再干这事儿啊，别管我叫哥。拿来，没收了啊。大哥，你误会，我俩知道是他的，不是偷，准备送回去。还回去。我这看看书还整个儿童版的，啥玩意儿呢？是这么停的吗？没。啊！咋了？有人。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哎，这单家呀，是你？这你家？那不俺家还是你家呀？哎，主任，您能再帮我换个地方住吗？咱们村的光棍子，你看啊，有我一个，普生子一个，张浩那爷俩，我呢现在有人陪，陪总。要不然的话，你找那爷俩问问，方不方便下榻？
要饭的别嫌饭馊。忘了，上家来别又欺负你，枕头给你，被窝也给你。裴总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去往现场的路上了。我想好了，我要坦白一切。啥？你已经走了？对，张总，我本可以带着肖老蔫卡里的钱一走了之的，但这些天跟你在一块儿吧，我觉得你是个好人，也不想动乡亲的钱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把那钱取出来先给了施工队，算是救个急。张总，你就相信我吧，你在村里边再等一会儿，我这就去找那个骗子刘丹妮。都挺顺利啊！哎呀妈，给了工人钱，现在嘎嘎顺利，一切正常。啊，顺利就行。嗯，哎，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个专业性的问题？张总，你说，就像咱们这种工厂，怎么样能减少时间，还得保质保量，最重要的是少花点钱？张总，你啥意思啊？啊，你上回都拖欠俺们工资就没给。你再说了，我们挣的都是辛苦的钱呀、啊，这个活我们都是打包的，人工机器哪儿不得钱呢？你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也是想为了这个项目节约点成本吗？你再说，你挖沟你非得用挖掘机啊？那你这玩意儿不用挖掘机用啥玩意儿？用人也可以啊。那用人挖的话，那得挖到啥时候？你们不着急吗？其实吧，也没那么着急。那你要是不着急的话，我再给你找十几个人，大概能快点。不用，你一个人就行。我再给你配俩，我们仨人啊。福生，刚睡醒啊？一起吃点啊！行。我媳妇就跟你客气客气，你咋这么不客气呢？让你吃你就吃啊，没看俩碗俩筷子啊？没睡好啊？基本上就没睡，再待下去我都得疯了。你要是嫌弃这村里的条件，要不你还是回去吧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真的，你要是去那儿住你也得疯。哎，张总，这么早来上班啊？
你俩不也挺早吗？裴总没和你一起啊？他那个出差了。出差了？出差的好，出差的好，我赶紧去找。几个月黄金玉米就丰收了吗？得亏有几个村民没放弃我，我还能继续种植下去，所以我正在学习新的助农售卖方式呢。这离秋收还挺长时间呢，这么早就开始预售了？那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，提前学习，提前准备，不能像上次一样手忙脚乱还卖不出去。啊，对了哥，我那个电瓶车找到了，新的在外面停着呢，你要不骑回去吧？哥，送都送你了，还能往回要啊？那我给你钱。明涵，你跟哥提钱，哥能差你那仨瓜俩枣的？净说那外头话，拿着吧。哥，你今天不忙啊？我一天能有啥事儿？我啥？今天的档期还挺满，记性不好。哎呀，我这一天呢，日理万机的。先忙。哎呀，剪彩。市里边开会。这一天八百来个事儿，这没个密度啊，真不行。周先生，施工还得继续，一切都如火如荼的进行着。好嘞，再见。主任，博文啊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哎，来，用你年轻人的眼光帮我看看这个。这什么呀？现在不都流行通过视频和直播的方式推荐家乡、推荐农产品吧，我也得与时俱进，学习学习。这是我跟明涵弄的这个直播方案，你提提意见。哎，主任，这个不急，一会儿再说。我有个事儿挺急的，你说。我听说裴总出差了。裴总走了，咋了？我能不能去您家住？方文。不好意思，你来晚了，我们家又有人住了。小浩啊，咱俩中午炖鱼。大酱没了，你上坎店那店里边去整一包回来。爸，那搁农村买啥大酱啊？搁哪儿不能要点？那我去要行，你一个亿的大老板去跟人要酱吃啊？磕碜不？那你要去呗。我这不炖鱼呢吗？哎，爸，要不别搁酱炖呗？那我拿你炖呐，你痛快的。他学这么磨叽，我不咋愿意。烦人了！妈，来电话了。你咋不接呢？买保健品去。156+56=212。
阿七。哎呀，张大老板来了！啊，谭家爷，我来买大酱。大酱买啥呀？东西随便选，不用看价钱。啊，那坎肩鱼我自个儿看了。那你慢慢看。宝宝，快点出去，张浩来了。来来呗。你个傻孩子，多好的机会呀！你赶快去跟张浩说说话，整着他溜了。嗯，我一会儿还得去北上楼给齐平看病呢。齐平没病，你听我话，出去找张浩。坎肩姨，算账。坎肩姨。我知道。我给你转过去了啊，我走了。你个完蛋玩意儿啊！你能干点啥啊？磨磨唧唧的，你抠啥抠？你早上吃的香的，你能抠出油条来呀？啊！你继续抠，来，你给我抠，我看你不抠的。看什么看？玩你的！老六。轻轻的老叹啥气呢？你那工程不都挺顺利的吗？嗯。你吧，工作再忙，也得注意跟乡亲们走动走动。你想干大事，就得注意联络感情。再一个，你这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得有个对象呢。妈，我今天晚上可能得加个班，完晚上早点睡。吃饭。为啥大半夜扯鸡鸡呀？我大哥做任何事儿都有他的道理，你这种水平的人不要轻易过问，可以吗？哎，大哥来了。呀，张导，这个事儿我考虑了半天，人不能全撤走，你要给我留几个。还有，撤机器的时候千万小点声，为啥呀？我主要怕影响乡亲们睡觉。啊，媳妇儿，嗯，你吃。我啥都扔啊！不愧是人一个亿耽误着，大半夜能干活。咱俩别瞎子了。这都干着呢。啊，哥，沟挖完了，是不是可以歇着了？不行，挖完了往回填，不能停工。对。张浩，主任，张浩忙着呢哈。过来看一下工程进度，好像也不快是吧？哎，那个大型机械都没来吗？主任呢？他是这么回事，跟我合作那个刘总，嗯，在外省也有一个工程哦。你家那边那个海獭，完着急想收个尾，就把这个机械呀全给调走了。你说我俩这是合作关系，我也没法拒绝，是吧？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嘛。啊，哎，今天就这几个工人上班啊？他有一多半的工人跟那个机械啊一块调走了。哦，还有一批是
两班倒，没到他们呢。明白。那个主任啊，一会儿我这有一个爆破哦，很危险，回避一下。明白明白明白。那你们得注意安全啊，你也得戴上安全帽。一定啊，这个村里呢很支持这个项目，有任何事情给我打电话，好吧？妥妥的。好嘞好嘞，拜拜主任，都注意安全啊。爆破大事。裴总，不是你那边进展怎么样了？我有个朋友正在帮我查那个女骗子跟我最后一次通话的 IP 地址。查到了，她的 IP 地址在西南边境附近。张总，你要是信我，就等我信儿。一面之缘没几天，咱俩就得分两边，凶多吉少，好可怜。等我回来续前缘。你家朵朵跟张浩进展咋样了？别提了。朵朵也不争气啊，净跟那骑兵在一块玩。骑兵人不挺好吗？工作也不错。好是好，人民警察嘛。那你说哪个当妈的不愿意让自己姑娘嫁得更好的？也是，谁能跟人一个亿大老板账号？你们听说没？那工地那机器好像全撤走了。为啥呀？妈还为啥呀？人都不剩几个了。你说不能出点啥事儿吧？哎呀妈，这警车咋又来了呢？这又来抓谁来了？这是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小董，哎呀，主任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辛苦啊！您好，您好，哎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欢迎，欢迎，快进屋吧。不，那啥，先不进去了。这次来啊，主要是宣传反诈，时间紧，任务急，咱们赶紧通知村民过来。那个，要是有来不了的，我们上门去一趟。都能来，都能来是吧？保准来。行，谢谢主任啊。哎，那位老乡，那浩哥吗？哎，张浩，张浩，张浩。你一个人打啥球啊？喊你呢。我呀，啊，你过来一下。我们好几个人喊你，你搁那躲啥呀你？哎，不知道的心里干啥坏事了呢？你现在开玩笑，我能干啥坏事？没看着。有事啊？你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你过来，来呀、啊。这两位呢，就是经常到咱们村宣传反诈知识的这个警察小董、小李，这就是我过去给你提过的我们村的大人才张浩。哦，张总，张总，久仰久仰久仰啊，久仰啊！你好，你好，赶快给张总拿一个，来来来，您看看，这派出所开业随礼啊？啥玩意儿？真是能开玩笑哈！不是张总，您看看，这是我们的反诈宣传单，您看一眼。给我没用，我这么大个老板还能被骗吗？那不能。哎，不是啊，最近一段时间不少群众反映，因为投资被诈骗了，涉案金额巨大，所以咱们多了解了解反诈的常识，以防万一啊。给我多余，就算我被骗100多万也不是个钱儿。不是张总啊，您更应该了解了解了，电信诈骗的知识多储备肯定没有坏处。那是，对吧？对，好，那行，那我就先收着，你先忙。
派出所有啥需要，完了给我打电话。好，感谢张总配合工作啊。有实力，有实力啊！对，回报家乡嘛，人才。来，咱到这边吧。开始，开始，好好好。来来来来我去招呼人啊。哎，麻烦您，麻烦天麻烦主任，走走走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可能一个人会等。